了你。牛卡，不对，不对，不对，牛卡。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接下来开，我们今天来玩爸爸制作的幸运方块。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宝。Hello， 大家好，小白。大家好，我是阿基。今天我们来玩一张很特别的地图，这张地图是因为爸爸制作给我的地图，走开啦！各位宝宝嘞，之前看到我跟羽毛玩过一张属于羽毛的专属恐怖地图嘛，对不对？自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帮我着手制作属于我的地图，而且这张地图还是一张很经典、单单纯纯的幸运方块的地图，不像是我们之前会结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地图哦。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如果宝宝们喜欢这一种有趣的幸运方块竞速地图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好，就。好久没有重现单单纯纯幸运的7777个喜欢了。如果你今天有点喜欢的话，明天你就会遇到七件对我们来说很幸运的事情。耶！如果有三个羽毛，我是谁？长兵长兵来，这些应该是他大个头啊！帅哥帅哥，长兵长兵，这些应该是这位爸爸很喜欢的 YouTuber。这边左上角有我，再来是远远团团、杰克闪闪、哈基，看看哈基，鹿羽毛、小光还有小白，总共几位啊？总共1、2、3、4、5，总共10位 YouTuber 在这个地方哦。好，那我们游戏开始来啦。这边有个箱子，看一下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了。他要准备4本书在里面，一人拿一本，然后右边好像是另外一种书，关于这些地图的那些事。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本好了，作者在里面哦。我能感觉到有玩家打开这本书了呢。要，我是秋杰湖本地图的作者，我会在接下来的游戏中一直陪伴着你哦。本地图还是。尊重一点！坏了。本地图是我做的第一张地图，我好多地方还不是很完善。如果遇到了什么 bug 的话，不要什么哦，我看成不要告诉我，不要忘记告诉我。OK， 那么就说这么多吧，那一会儿见喽。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本书，关于地图的那些事。哎嘿，欢迎来到。某尝试的幸运方块，如同地图名字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地图来着的，所以如果有些地方会有一些小 bug， 请多多包涵。本地图为幸运方块 PVP 地图，什么？哎，规则和其他的地图差不多，开箱整理装备 PVP， 不过千篇一律会让玩家失去兴趣，所以这张地图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哦。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就要让大家自己去寻找了。好，第二页有技术问题，本地图必须4个人游玩，少了多了都会导致地图白色。哇哦哇哦！本地图总共有3种结局，结局啊？结局？它是结局？剧情地图吗？幸运方块地图怎么可能会有剧情？我刚刚说了什么？不是姐姐啦。OK， 所以它是有剧情的，是不是？我才不会告诉你说我在做这张地图的时候，40%的时间都放在剧情上。好，游玩本地图需要使用原版的幸运方块啊。顺带一提哦，我这次还装了一个辅助的幸运方块，不过那个辅助的幸运方块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跳到最后一页。总而言之，开心游玩，这不是台湾地图，但有很多彩蛋，不是收集要素。好，彩蛋列表上面有5个，1 SCP-10124。哦哇哦！2无法脱掉的裤子，3避难所。哦，避难所是那个肖特吗？是不是？然后4羽毛的合成配方。5阿神和作者的合影。好吧，这只是自己的愿望而已。好，那都看得差不多，我们可以准备开始了啊！宝们，除了今天留一个大大的喜欢之外，不忘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下你觉得今天谁是幸运方块之王了。好，那开始的地方在哪里啊？这边有一个按钮，稍微看一下这是什么。哦，宝们制作的幸运方块竞技场。好，点击箱子打开大门，让我们一起跑跑跑吧。好，里面有棒棒，每个人拿一个棒棒好了，会加200跑。我拿了300块。天哪！我们等一下一起跑，好了吗？怎么样？对 ，two one， ready go go！ 好快！第一次尝试制作的地图，白秋杰湖，请多多指教。Lucky 哎，撞墙啊！我们的合影哎，我们的合影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羽毛在哪里啊？哦，羽毛在这里啊。这边。你在瞄准谁？小白。不好说，不好说，这个不好说。小白的 skin 怎么了？小白是你吗？我不知道。这个是你啦，这个是你啦。啊，这点都不像。
往这里走，往这里走，好像是下一区的样子哦。上面是什么？拖我。好，看来大家都准备好了的，那么就准备开始喽。看到前面那巨大的樱花树了吗？嘿，那个就是我知道不下了。总而言之，来选择你的职业吧。哦，没错，幸运方块要有职业对吧？哦，等一下。阁下请留步，我的错，我忘记介绍职业了。这张地图呢，里面总共设置有两种职业，战士还有射手。哎，战士的血量比较高，近战能力强，这应该是骑士装备吧？我们之后拿到比较强的装备的话，战士跟射手的职业感觉起来好像就不是这么的重要了。OK， 但对伤害的抗性比较低，射手的远程攻击力较高，抗击防御的力较强，但是血量较少。职业的武器可以升级。总共可以升级两次，同时你也可以开启幸运方块，得到的东西换成金币用来买东西。差不多就是这样，大家都准备好之后轻轻戳一下职业的选择区域旁边的金块的按钮就可以了。由于技术问题，请各位玩家自行计时十分。好好，没问题。可以， 我拿个手机十分钟是不是？好，所以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自行计十分钟是吧？准备好了。时间到之后就可以从商店进入到 PVP 场地。由于我的技术不足带给你不便，非常的抱歉。顺带一提哦，我们现在人在的版本啊是一张 1.8 版本的地图。对，非常非常。这是什么？哇哇哇哇哇哇不是 Q 出去好不好？对不起，哪挖路都要水啊！所以我们要进到这棵巨大的幸运方块樱花树里面。这个树让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有爆牌记得我好久好久好久以前有一个系列叫做水小样吧？好像水小样里面那个是樱花树，有看过吗？你们？没有，你不要偷别人的，还回去。对，像之前玩那个水小二的这张地图的樱花树，好美哦。好，我们要进到里面是不是啊？是我们，是我们。我们在干嘛？我不知道，我们在看电视吧？这是什么？陈双成，不要偷衣服。陈双成对的意思吗？我跟羽毛一对，小白你跟陆游一腿。啊！不是你说的这样，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有说有笑有凑巧啊。哦，闪闪跟圆圆，他这个短短，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然后坐着跟杰克，OK， 所以按下这个开始，这是跑酷吗？好像跑酷哦。哎呦，跑酷吗？哈，这个大吧？这好像是跑酷哎、欸。等一下，他是，哎呦，哇，哎呦，上来了，他是跑酷。OK， 弄个跑酷，快笑。哦，到嘞、欸！是我哎、欸，有哦，哦，可以，什么东西？我才注意到哪里怪怪的，其实那边看到就可以看得到了啦。哎呦，我看见吗？有哎、欸，勇者才不穿裤子，对哦，扑出去，应该是按下这个开始吧？那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喽。And 对 ，two one， ready go！ 喂，干嘛？你们去打的？哦，还有这一点呐，还有这一点呐。OK， 这里是选哦，这里是选职业的地方。你要当射手，还是你要当战士？我当战士好了，我比较不会射。羽毛，你比较会射，你去当射手。我们不要，我们规定不能够穿裤子，好吗？好不好？好，到位。对啊，关起来之后会重置。啊、他有设计过啦，你关起来之后，他会就是补充这样子。我们规定不能够穿裤子，这是我的地图，我的规则。哎呦，哎，羽毛，你要拿射手的装备啦！不要，超适合你的。等一下，我们干嘛？我的天啊！拒绝！对啊，怎么给我走开啊？我可以混搭吗？我可以混搭吗？不行，混搭只能选一种。战士用专用剑，锋利三级退二。哎，耐久很高，然后金镐。哎、欸，干嘛？不要我哎、欸！快点呐、啊！等我一下啦！遇到那装备不要吸到了，好了吧？好了，我就按开始了哈。准备喽，三二啊！不要穿裤子，快点呐、啊！好，脱了，来 ，Go Go！ 好，哎，前面，喂喂啊！不要碰我啊！好痛，看。这是什么 ？Google 骷髅？等等，这地图有个 bug， 我把那些改掉了。好可爱，多可爱！不是我，我把它改了。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好可爱哦！
出作者好有才哦。好好好，我要选什么颜色啊？我选干嘛干嘛？哎，羽毛，这个 OK OK， 一人一个颜色，有办法，一人一个颜色，不能够重复，不能够重复。你这边干嘛？我选好了，选好了 ，OK。哎，羽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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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羽毛，羽毛，羽毛，不要。都准备好了吗？要准备开始了。对 ，Two One Ready Go！ 啊，进来了，你们进来了吗？我来了。它应该是，哦，它是一个场地，可以。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场地旁边呢？有一个黑曜石区啊，那个应该是让你开幸运方块的。我们要计时啦，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开这些幸运方块。有没有拿到吗？我拿到了64个一般的幸运方块，跟16个。Lucky Block Video Games，这个只有16个，应该是比较珍贵的那种。哎呦，听作者讲啊，这个幸运方块就是那个16个的那个幸运方块比较特别一点点。如果你开到装备的话呢，你最多最多只能够穿一件，对，最多最多只能够同时穿一件。那武器的话也最多最多只能拿一个，这个样子 ，OK 吗？好，那准备好我就按计时开始喽。这上面写什么啊？前往商店或 PVP 区，这应该是十分钟到我们之后要到这个地方，对不对？好，那各位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好就准备开始喽。嗯，对 ，Two One， 计时开始。OK OK， 嗨，你好，一波嗨。先开个一般，哎呀，哎呀，你谁？一般的装备一样。你好，爸爸，对不起，爸爸，太都没有开到好啊！这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我看到，哎呦喂啊！这个 buff 很强哎，我要花时间再打 buff 吗？我要花时间打 buff 吗？我还是先把 buff 围起来好了。buff 不要闹，buff 不要闹， buff 不要闹。OK，buff 应该是可以杀的死吧？可以可以可以，很简单。真的假的？哦，好痛吗？哎呦，哎呦，哇，好痛！哇，有了有了有了！哇，我死了！哦，这个明白。好东西，好。哦，旁边会告诉你说你死几次哎，超级巨大，而且僵尸甲，超级巨大僵尸甲的血量有多少啊？哎呀呀呀呀呀！完了，杀人兔，走开走开，去死去死去死！时间现在过了一分钟，慢慢来，等一下下，这是什么？哎呦喂啊！哇！慢慢来，慢慢来，我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三个空爆弹了，有不祥哦！哎 ，OK OK， 好，怎么了？发什么事？什么事情都没有。复活台，狗狗，怎么挖路走？我开到超巨大幸运方块，我要拉了！超巨大幸运方块，一二三，怎么了？他在离开，他在离开。OK， 不好意思，没有用的东西就为什么天色变黑了？救命！继续开附魔台，我先来开个一般的好了，先把一般的开一开之后，我再来。Of course， 我没有。OK，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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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喂啊！哎呦喂啊！他把黑曜石炸了一个洞哎！我开了好多都没有看到什么好东西哎！来吧，赌赌运气，赌一下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好了。第一个铁。不是说这很 OP 吗？再见啊！钻石钻 ，OK， 钻石，它是钻石吗？太多东西了，它是西巴钻石，哇，不是西巴，是巴西，剩九颗，等等，哦，我抽到奖了，什么？那你 ，New 卡，哇 ，New 卡，是不是停了吗？哇 ，Rainbow。我觉得我做坏事了，我的地图，我的地图爆炸，我的差不多了，来爆炸！哇！我要爬上去，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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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抽，继续抽，再给我一些奖，这个是什么？这个烂，哦，面罩吗？走开，这个烂，这个烂，哦！哎呦，你怎么会打人？面罩，面罩，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好强哦，这好破格，这个是什么啊？法杖，法杖。哦，爸爸你走开啦！哦呦，完了，太强了，完了！要醉啦 ！It's good to drink。It's good to drink。哎，那不是那个吗？维大力。维大力。醉啦！我看到两个一样的法杖。
所以他会跳很破格的装备，是不是啊？好痛，好痛！裤子，哇！哎呦，这是什么？嘿，我抽中大奖了！哇哦！我一个那个很珍贵的幸运方块给我，五乘五二十五个，他要送给我二十五个，好猛哦！这个是什么？我不开一般的幸运方块了，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了，各位，时间过了五分钟了。好好好，可以开可以开，快开快！哎呦，他吃掉一些了，走开，没关系。胡萝卜，给我一些好多，好黑，这个是中状态了，是不是？失明夜市，失明太久了吧？为什么天色在闪啊？这天有天有印象哎，天有意象哎，烧死我！啊，把方块全吃掉了，这里还剩几个？悄悄了，哎呦哎呦，吓到我了！不是好多，走开！不能。我好像开的差不多了、欸，那死掉了。我好像开的差不多了、欸，太快了吧，太快了。还有一般的，我们一下，对，还有一般的。哎、我都拿了这种东西、欸，哎，吸起来，吸起来，有特别的，有特别的，这个是什么？什么冒烟？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什么的？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哦，这个是别人的岛屿吗？雷猴，是别人的岛屿吗？你看不到，好像太远了，好像太远了。不要来我的岛屿啦！我试试看自己的好了。走开啦！这看起来很烂哎。怎么了？我来跟你换东西。这感觉超烂，这是什么啊？看起来像是火箭筒，又不像火箭筒。然后这个又是……哇！哦，哎呦，这什么鞋子？时间剩下最后的三分钟。哇！我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丢丢好了。我穿了怪怪的东西，火箭筒鞋子。装备最多只能够穿一件哦，用由那个奇怪的那个方块开出来的装备，最多最多只能够穿一件，知道了吗？好，我忘记留钟了，快开快开快开，剩两分钟，快开！太快了啦，快开！剩两分钟，哎呦，超级！各位，我得跟你们说一件事情，我中了三分钟的失明。你跳下去，跳下去，直接自杀了！我看不到，怎么？斜线 Q， 斜线 Q， 什么什么？哎呦喂！斜线 Q 自己啊！有了有了，是什么？是什么？是超强，连挖掘的动作都没有啊！好多饼干哦，剩下一分半哦，各位。哦，这是什么？啊，怎么丢掉了？完了！哎呦，这应该不需要，我应该不需要这些东西，我应该成神了。剩下最后三十秒，要加时间吗？各位，要加时间吗？加！好，加多久？一分钟，加一分钟，好不好？三十分钟太长了，加一分钟。Hello， 是 baby 的我，可是你长得不像我，一定不是我的孩子。哦，我要的东西来了，各位。什么？对，走开。这是什么 ？No！ 最后一分钟了，各位，最后一分钟了。还有拿到好多奇怪的东西。OK， 这是一大堆可爱的兔着火啦！我其实可以自己合成哦。对，我其实可以自己合成，可是没有。是吗？我刚刚看到鞋子在哪？鞋子在这。你谁 ？OK。这完全不透啊！耶，裤子不能够穿哦，各位。好的，裤子啊。OK， 不能穿裤子哦。OK。好哦。OK。那些杀手为什么鸟我？好。勇气都给我过来。这个嗨。时间剩下最后的15秒，14、13。十二，等一下，十九，你带八，七，等一下，六，等一下，再提东西，四，不要，二，一，时间到 ，no， 这是什么地方 ？PVP 跟商店街是不是？哦，对，前面这个地方是 shop， 就是商店街的地方。我们先来整理一下装备，好不好？我们先整理一下装备。OK， 旁边这边有两个箱子，我们把不要的废弃物可以丢在里面，好吗？好。哦，羽毛，过来，这是你的。对，哦。哦，什么？什么啊？好。Amazing Gem， 可以，好了吗，各位？好了，好了的话，我们去商店街看一下好了，好不好？大家先不要把武器修出来，先收起来，不要这么狠吗？不要这么狠吗？好凶啊，大家！这个商店街比我想象中的还小一点点啊。
哦，它是合成的方式。这张地图啊，因为原本的作者啊是只有一般的幸运方块嘛，对不对？没有我们今天加了这个比较特殊的幸运方块，吵死了。哦，对不起，没有这种特殊的幸运方块，所以它比较是用比较弱的东西去换比较强的东西。这个我们留到下一届的时候再用，好不好？我们这一届呢，强的东西已经太多了，已经 too much 了 ，OK 吗 ？OK。好，那我们。看小白挡住了，这是什么按钮？看一下下，按一下按钮交易，差点把小白直接交易掉。按你后面这个，你一直挡，一直挡，真会挡。再次瞻仰樱花树，绝对没有特殊的装备。哦，哇，你敢信？进去看一下吗？可以进去看一下吗？左边这个是什么？前往 PVP 区。好，我们先去看一下好了，好不好？准备喽，好，三二一 ，Go Go！ 哎，哦 ，OK， 这是哪里？叫我往上走，也许樱花树上面有什么。哎呦，往上走，往上走。哦，这是那个二楼啦，这是那个二楼啦。OK， 高处不胜寒，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回去吧。树顶上绝对没有东西。哦，那这边还有东西啦，告示牌。可是还可以往上哎，珍惜生命，请勿跳崖。那我们再往上走，我们再往上走。嗯哼，好晕好晕，挡着一个指令方块。哎呦，你还是爬上来了。看在你爬了这么多层的份上，可不可以再多爬一层？再多爬挡。等下指令方块。我的鞋子，我的鞋子会产生指令方块。不要跳！你的鞋子好强哦，好猛哦。我只是想说，我刚刚我忘记用繁体字了。好，看你爬了这么久，直接送你回去吧，不用。不要！不要不要！这是有跑酷吗？啊，跑酷啦！哎，怎么走？哦，看到了，这里不能跳不过去。可以可以，嚯，小心点，不要掉下去了。哦，是作者本人呢，这里这里，太远了吧？哎，还好呗。啊，哎呀，很佛哎。哎呦，其实根本就这，等一下。哎，怎么了？我帮你们造桥。哇，你人好好哦。我造桥小王子。这里有一个，哦哦。我找到 SCP 1 0 1 6 4了啦，这里面，这是什么？生命给予对手致命的一击，减十颗最高生命值。哇哦！雨宝，这是你的专武哎，这是你的专武哎，要不要啊 ？SCP 1 0 1 6 4必须收容在作者的封印箱子里。前面还有东西，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谢谢你跑到这里，但是你现在在比赛嘞。啊，我们回去了。啊 ，OK。对不起，对不起，这造桥也太猛了吧！哎、那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制定规则啊？就是等一下下的话，你觉得十几次就被淘汰啦？五次好不好？我们的武器都还蛮破格的吼，对不对？嗯哼，我们死到五次的时候就淘汰，好吗？好，好，我们传送回去喽 ，Go Go！ 哎，来了、欸，又回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是要点 PVP 区，然后就可以开始了。那我进去喽。哦，那、这里是哦。设置存档点，就是等一下可能如果战败的话，可以从这里继续接关的样子。总共一个人五条命，大家先记得自己的就是生命值。我现在是7嘛，所以加5的话，12的时候我就被淘汰了。羽毛是18，小白是10，哈吉是7。好，那大家都设好了吗？都设好，我们就可以跳过进去了。进去之后，大家先低头好吗？然后低头完之后数十秒，还不能够吃东西跟喝东西哦，就是数十秒，战斗开始之后才能够做那些动作。准备喽，三二一 ，Go Go 啊！哦。在哪？我们先散出去好了，好不好？我们先散出去。哇，它场地很大耶！哦 ，OK， 我们先散出去，我们先散出去。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喽！第一场幸运方块，对 ，two one， ready go！ 嘿，哦，吃个葫芦，哦 ，K， 陷阱啊！哦，看到有人了，我躲起来。是谁？是谁？开手开，谁不要打我？这场地其实做的很大，很适合幸运方块。哦，适合。我看到有人了，谁？看到谁？不要，有点慢。我看到有人了，抢着我！能取得最高、最高、最高的优势，像是这样。对，我凶啊！哦哦，哎，歪了歪了，这光好强哦，这光好强哦！哟，等一下，那什么鬼？击中！打雷什么？有空血吗，小白？哇，没有。太假了，没有。等一下，你一滴血都没有扣，没有扣，我还在补呢。What？
可恶，没事。OK， 你要换个战略了。下去，下去，下去。这是谁？你要换个战略了。哎、上喽！ Okay, 我看到他们在那里，好痛！接近看看，接近看看。快跑！我们还是继续往上走好了，这是我们的策略。在往上啊，有人在往上啊。谁啊？谁啊？没有在往上，没有在往上。嗨，你好！哇哇哇！降雨降雨！那只是那个吗？看我的，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只是烟火而已吗？走开！哎，阿进阿进！野心的克罗塞啊！那个怎么念的啊？哎呦喂啊！等一下！天空爆了啦！这什么力量啊？哇！我的装备怎么全乱掉了？这有点伤啊！这有点伤啊！不能靠近哎、欸！这有点伤啊！我看不到大家，我看得到各位哦，各位！我有！各位，这个是干嘛的啦？我有！这个是干嘛的？手里剑吗？我听到！我们在那边造桥啦！手里剑吗？有人在造桥，小白在哪里啊？阿三，我在上面啦！下来！我下不去！我跑出场地外啊！不要再打我！继续！我下不去！我跟你在下，你会扣血吗？没有！哇！我跑起来了，怎么了？哇！怎么了？发什么事？我反将一军，怎么了？黄方绿方死掉，我不知道刚我的技能什么，我们两个同归于尽啊！哇，我们两个同归于尽啊！剩下四条命，剩下四条命，我剩四条命，怎么会？刚刚是谁啊？我不知道，天哪！我要给你们拉开距离啊！不能斗哎，有点恐怖。有点恐怖，全身的装爆光光哎！我也爆光光了，可以再穿吗？如果身上还有的话，可以。哦 ，OK， 等一下，小白跟哈记，哎，怎么了？你好，中间为什么有人在玩连连看啦？在干嘛？等我，我是三条命啊！哇，这是攻 ，OK， 哇 ，Video game。什么 Dream Ball？ 小白有人，哎，等一下，我还在啊！你又在让我下铺，小白下不来，小白下不来，救我啦！你按 Shift 下得来吗？不行，他会永远一直干下去。我们如果把小白轰出场地外的话，也算是淘汰吧。那是什么丢你啊！现在你们人跑去哪了 ？20 minutes later， 经过了20分钟的奋斗，你看现在是死亡树，好吃好吃死你、啊！每个人都剩一条啊！我这脆皮啊！我在看啊，你要来在哪里啊？要来啦！都陪你们玩太久了，对啊，五条命有点多，中间那个指令方块还蛮有艺术的、啊。我真的哪一条？我天哪！还蛮漂亮的啦，哼，过去了，你们在哪？我看到了，哇哇哇哇！我看到了 ，Piu 吸收，不可能，在哪里？哪里？等一下，不可能！哪里？等等。这样子好了，嘘，举手射过就要换位，果然是狙击手啊！我当掉了，救我！你当掉了，我卡在方块跟方块之间，你死定啊！我获得木头了！我靠，羽毛，你那一把弓太大了吧？羽毛，等一下，羽毛 ，no， 你那个是三色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哎，射不到啊！我绕一下。哇！谢谢。在哪里呀、啊？看见？有射到了！再扣血了！再扣血！发射！这怎么可能不会死啊？哎呦！看我的暗黑宝珠！暗黑宝珠！又中了！哇！被打到了！你不要自己筑一道墙！又中了！我又
有上升的，我该怎么办？太惨，他已经远离地表了，远离地表了，用最高的小白回来，回来战场啊！我太空了，我想下去吗？我可以，我可以用黑魔法把小白踢踢下来吧。我用黑魔法踢小白下来哦，下来，我来了，你给我回到地表。OK， 十秒钟开始哦，四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Go Go！ 我笑死了，笑死了，不要再上去了。好，好，请留在地表好吗？地球很温暖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尽量。地球很温暖的。下雨吗？你在那边？哎呦哎呦，快一点啦！哎呦哎呦，嘿，嘿，哇！羽毛淘汰，纸条被留在打倒啊！哦，这个战斗场地是不是已经快没了？快没喽、哦！卡了一下，我好像看到谁喽？卡了一下是谁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呦，破了！干嘛？哇！那你又来了又来了！那你，那你。在哪？我在云，我在云层上。我看到小白，这是小白的足迹啊！我笑死我了，笑死了！等一下，我在云层上，我看不到阿神。阿神在哪啊？阿神嘞？你不要发生那个会把人家弹飞的那种东西。我再救你下来一次，我再救你下来一次，好吧？好好 好，等我一下，我要笑死了。我白痴，不是 Kibo， 不是 Kibo， TP 大家到，我当然 TP 到小白那里下来，来了来了，我现在来了，来了来了，不准不准飞高高了，知道吗？好好，我知道了。你再等我一下，我们再默数个十秒钟，好了吧？好 ，OK， 好，来了，对决对决，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三二好一 Go。哎呦！你要拼近战吗？你要拼近战吗？我远程，我远程，远程是不是？好来，远程是不是？我觉得丢局点应该不会怎么样，没事没事。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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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球球，哇！哎呦，我要远一点，我要远一点。哎呦，黑暗球球攻击！嘿，嘿，呜！哎呦哎呦，呜！哎呜呜！怎么？飞起来了！雷波上分，小白先等一下，下来！哎呦！哎呦！你怎么定不死啊？你怎么定不死啊？可能需要物理攻击哦。真的假的？哎，你完全没有扣血吗？没有扣血。你认真？真的没有扣血。这样啦，我们都不穿装备了，好不好？好，都不穿装备了，把装备全部脱了，好吧 ？OK， 好，不需要装备了。就来 PK 近战武器啊，好吗？来来来来，羽毛，教我这个怎么念羽毛。流星都给我过来啊！流星都给我过来啊！等一下，等一下，喝水，喝水，偷喝水。那只是普通的水，普通的水。说好不，说好不吃东西的。斧头对剑，斧头对剑啊！好好好好，你可以丢我远程，我可以丢你远程。嗯哼。在直接挑衅了是不是？屁呀、啊！不能喝东西啊！公子，公子，公子，不能喝，敢挑衅啊！不要，不要，你回来了，我跟你1v1好不好？我跟你1v1一场了，好吧？好就完全不喝东西，好不好？好，然后远程打的没有成就感，来喽，好了吗？对对对对对，还没，来来来喽来喽。羽毛再叫我喊一次，流星都给我过来，流星都给我过来！逃避逃避，等下啦，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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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怎么会？你怎么会？我这格挡，我有格挡，我有格挡，你有格挡，我也有。好，我要看。哎呦哎呦！等下，你那把刀到底实际有多长啊？等下，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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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谁先谁先？我先的！挡不住！两个哇！算同归于尽啊，好不好？算同归于尽啊！好了，今天这集阿笨少差不多该到这了，希望宝宝会喜欢今天的幸运。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地图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啊、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幸运的7777个喜欢。这样的哦，完全自盲，干嘛？发绿光哎、欸！今天我们还没有。其实我们还没有玩剧情模式哦啊！如果帮我们喜欢这样的地图的话呢，别。
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老鸡娃，让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突破7700、7700个喜欢。我们下期节目，See you guys， 拜拜。